少林寺果林老和尚，现年103岁，仙风道骨，精神烁，声若洪钟，健步如飞，貌似60开外。求长寿之道，师傅说每日一碗石谷健康粥，果林老和尚将秘方传与徐尚德医师。有一弱女子被宣布罹患鼻咽癌，其母每日吃脑石谷健康粥，癌症近期祭祀的缩小，癌症指数降为正常，主治医师直呼不可能，问其吃何重药物，其母说皆因石谷健康粥远胜药物。唐琪小姐现年50岁，每天一碗石谷健康粥，看起来像30岁，青春、健康、美丽。赖美淑医师每天吃石谷健康粥，永葆工作活力。小米、小麦、麦、芡实、燕麦、莲子、麦片和红薏仁等分量混合而成。以上10种可同时煮熟。晚上时，将石谷米1杯用水洗，加水7杯，放入焖烧锅内锅中烧开，再煮15分钟，放入外锅中加盖，翌日早晨上班前即可食用。可多煮一点，供3-4天食用。晚上时，将石谷米3杯泡水4小时，放入电饭锅中，再加水5杯煮成干饭，待冷却后放入冰箱。早晨上班前取酌量加水4杯煮成稀饭。小孩子若因口感不喜欢吃食，可加入几粒龙眼干或葡萄干。
家，记忆超强，功课一级棒，食谷健康敏。据科学分析，其成分有100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物质，如维生素 B 群 B 一、B 二、B 六、B 九、B 十二、C、A、E、K、D、矿物质钙、铁、镁、钾。微量元素锌、锰、酵素、抗氧化物、纤维素、氨基酸、生物素，具有降血压、降胆固醇、清除血栓、舒缓神经之功用，对便秘、高血压、皮肤病、阑尾炎、失眠、口角炎效果不亚于医药，最重要的是没有副作用。白米因除去糖麸及胚芽，仅剩碳水化合物，只提供热量，营养价值远低于食谷米。要健康长寿，每天要吃多种类食物，以补充每日新陈代谢所需之酵素。多吃食谷米，可预防血管硬化、脑中风、痛风、心肌梗塞、癌症等现代文明病。糙米、黑糯米、小米、小麦、麦、芡实、燕麦、莲子、麦片、红薏仁，多数在超市有售，吃芡实可能要反跑一趟中药子了，那里一般是有的。他106岁，全靠吃这个。恶性肿瘤越来越少，发一次救人无数。分享健康知识，陪你健康到老。